如何上传网站的动态横幅封面，首先点击管理专区，点击左侧工具列的首页 slider， 按新增，选择喜欢的版型，可以选择动画的呈现方式，上传背景图案，确定发布状态，上传产品图案，加入文字描述，您可以输入一到三行。也可以新增按钮到对应连结，先输入按钮名称，把连结贴到按钮 URL， 确定刊登日期，完成后按储存。接着我们到前台确认，动态横幅已上传完成。